春节未到，但伦敦唐人街已经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。沿街的店铺张灯结彩，不仅贴上福字，挂上对联，龙年的元素也随处可见。中超里，对联、福字正在热销中，采购的华人络绎不绝。在校园内也感受到了节日氛围。为了迎接春节的到来，学校社团组织了写对联的活动，海外华人齐聚一堂的欢声笑语，让远离故乡的学子也感受到了家的温馨。附在对联上的一笔一画，满满的都是对新年的希冀。在这里，也祝大家新年快乐。